春来秋往，我到汴京时日不多，但屡破奇案。这其中可少不了各位挚友守护的功劳。这是我的师兄，风流潇洒状元郎。其实嘛，幼稚鬼一个。哎呀，后练完的人记得收拾。嗯，我的好帮手，汴京最强女仵作，瞧这专业的手法。一点小意外，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老板又来照顾我生意了。传说中能洞察天机的神秘男子，大名鼎鼎的青天剑剑正，但昨夜星稀北流，他又忘了带我去观星象。答案已经在你的心中，剩下的只需求证它，自可知晓真伪。最后一位，他炙手可热的权贵王爷，拥有千顷大庄园，爱好喝茶下棋。忘记你看到的。浮生如梦，恰如人生如水若东流，玲珑世间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有人送我情。沈少爷今日又来喝酒了？是啊，行事如此荒唐，还状元郎呢。去，别让他听到。承欢，你觉得何为人？何为道？又是何为天下？从前我是不知的，但当我见过大战后的漠北，横尸遍野，刀锋上的刺骨寒光，孩子无辜的眼神，巡游夜夜笙歌的江南，轻剑白玉为堂金作马的奢靡，和酒杯都盛不下的谄媚。长欢，君子为天下行仁德之事，须戒之甚之，不为人言。如今我已明白，这天下不仅是尊荣权柄的天下，也是天下人的天下。我愿当厘清这乱世的先行令，这大义我定要去闯一闯了。